现在我身后这面墙非常的有感觉啊、哦，这感觉像什么？像那个连环杀人魔。现在请大家屏气凝神，我们现在要进入所谓人魔的房间了，准备好了吗？等一下，干嘛？培养一下情绪。培养你？刚在骂脏话。好了，走了，来了。对。好，现在大家看到我背后有这些东西啊，啊，这边有一个衣柜，我们会慢慢一步一步的去解密所谓的这个人魔的房间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们先看它这个衣柜，虽然看它平淡无奇，可是它这个盖起来之后，你看它有很强的仿旧感，不过它里面是新的哦。里面可以藏人啊，可以藏人，可以藏人。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瓮。空的、啊，没骨头。嗯，没骨头。啊，你是装那个 Q 金的那个是不是？对啊。没有，很可惜。门诊收费收据。门诊。嗯，看门诊的收费收据。人魔。人魔也是人嘛、啊，对、啊。然后我们看到现在我身后这面墙非常的有感觉啊、哦，这感觉像什么？像那个连环杀人魔，有没有计划性预谋的？然后关系图都还有牵那个线，感觉他在计划中每一个要谋害要去杀害的对象都在这上面的啊。可是我们仔细去看他这个报纸的剪贴之后，发现他这个里面的内容大部分都是一些山难的资讯，都是山难报道跟山难受害者的资讯。对，只是乍看之下很像人魔或者是连续杀人魔家里会布置的这种东西。会不会是以前救难队的总部？其实说到这边，懂事的朋友都知道，这里其实就是电视剧或者是电影的拍摄场景了啦。对，只是说他这边真的很有氛围啊，对不对？为什么旁边有两桶瓦斯？嗯，我没带瓦斯炉啊。还有瓦斯哎、欸，对啊，因为你看这个，它、啊、这蜘蛛丝的部分，这是人造的，防沙。对，其实我们就很老实，直接 跟大家讲，它这就是拍摄可能电视剧又或者是电影的场景，是刻意布置成这样子的啦。哦，嗯，氛围的，那、啊、真的很有氛围。进来到这边，整个你说像不像人魔的房间，对不对？哎、欸，这个箱子是不是让人家联想里面可能会有什么宝藏？啊，不会给真的。啊啊什么？阿伯的假证，要么不是宝藏，要么就是大体。买的好啊，看一下啊，而且它这个都上面都是那个假蜘蛛丝。没去的。哦，他们这个道具组的真的是厉害。开箱。哇，两瓶瓦斯，一台收音机。我操，这个谁那么帅？啊，明哥，你看他这个墙上各处啊，天花板啊，墙壁啊，
还有这个哈利亚都有这个类似用血意写的符咒。我是不知道他做这个场景是不是有很讲究去研究这方面，然后写的是真的，看起来好像煞有其事啊，对不对？对啊。而且他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稍早之前看到那个那一罐类似像仿鲜血的那个液体写的哈，很强哎。哎，明哥，我问你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假设这是一个连续杀人狂住的地方，这两桶会让你联想到什么？浓酸，对啊，溶那个嘛，对啊，对不对？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它这个做的非常的像，用心良苦，嗯，哇，这个非常的用心哦，它这桶溶液里面还有加法，那感觉就像是已经溶过什么东西一样了。然后现在我身后这个是布置起来的，这应该算灵堂吗？也不算是灵堂，这就有一点怎么样，假鬼假怪。对，就是可能是要营造那个影片里面的气氛，因为它就是招魂幡呐、啊。对啊，这两片的招魂幡呐、啊，而它这招魂幡上面都还带着血字，可以画上符咒，包括它这个定风窗户的这个木板也都有血字。气氛十足啊，真的是气氛十足，气氛满满，真的。嗯，然后他以这个祭祀的坛面、啊、我们就姑且把它称这样，因为说实在，这个场景他所拍的电视剧还是电影，老实说我没看过，因为我本身不看恐怖电影的。我号称电视儿童，坦白讲，这些 view 我没看过。你没看过了哈、哦？可是现在能肯定的，这个就是为了拍电影或是拍电视剧而去布置出来的场景啊。人为对啊，人为的啦。那这个它应该也是这个坛面要祭祀供奉的神奇，这部分我比较没有涉略，所以我们就不去多做智慧了。对啊，好，氛围拉满，嗯啊，爆表，爆表，爆表。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它这个应该是某种神奇的法相啊，可是诡异之处就是他们全部都没有黑眼珠，没开光吧。这个俗称，哇塞，属于北吧啦，没有黑眼珠不是北吧？那是紫砂吗？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开箱的人魔的家，变态杀人魔，变态杀人魔。我们这一次这样拍下来，我有很多都要消音的，不然就那个字都要改掉的。我们沿路讲了多少变态杀人魔？没有，你一直讲人魔，变态杀人魔是我在讲。那我就都把你的声音闭掉了。今天晚上带大家来看的电影布置的恐怖场景，好有氛围的。对，绑架。如果不知道这是刻意布置的误闯这边的话，应该也是吓破胆了。真的，对不对？哈。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墙壁那些报纸的简报跟资讯，不是大部分都是有关于山难的吗？对啊，对，你看，他这边就有登山的包包跟座椅。喂，你别闹，那你的装备。哇，这个是这样。没有声音啊？要敲吧？啊？敲吧。哦。哇，一鸣，回来哦。喂，哎，你不要煮泡面，这枕头可以让你烧到天亮。我就跟你讲没带嘛，今天没带是不是？对啊。好，要怕我肚子饿，就你没带。放鞭炮。放鞭炮。对啊。凌晨三点就在放鞭炮。乡下地方山上，不是，我现在是现在不是在拍，我是跟你我说真的，这是在放鞭炮。对啊，真的假的啦？真的啦，你要来上刑了。是啊。啊啦。啊，不枉没得上刑，是上什么？看死刑的。哦。主席鬼，等下上。哎，这声也无像啊。环保鞭炮。环保鞭炮。啊。哦哦。啊，继续继续。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